是培培。哇，这次非常的开心哦，因为在来电二十，我们即将会听到培培的声音，也是我们的塔罗美少女。我的，赶快看一下本尊好不好？平常听节目看不到人，但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本尊秀在前面给大家看。来电二十初体验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而且这一次呢，我们平常都是跟小光老师谈什么，像生活啊、工作啊，感觉都是有压力的事情，或是一些心情上的困扰。但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谈一些很有趣，也是大家小情小爱平常会困扰大家的一些小问题。对，我们走出新格局。没错，就是要找培培来跟我们一起聊感情的事情。是的，就是一些暗恋的特辑，会连续三集吧，我希望是可以再多一点。对对对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来电二十，然后继续让培培在我们来电二十上面现声，声音的声哦。快来，我们这周的主题是什么？这周的主题是什么？我的告白会成功吗？我暗恋的对象。